当这个晚上互相祝贺了，就代表两个你两位刚刚所讲的承诺。现在也开始了，我很失望你们两个每一个长相、晚上、每一天，然后可以当跟对方讲的是我爱你，可以帮助对方，互相体谅对方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好，现在请两位过来这边跟我签这个结婚证书，好不好？